你看到的这两栋楼啊，我们到达火场的时候呢，这整个这两栋楼是被这个浓烟笼罩，这面的就是已经都烧穿了，冒烧穿冒顶，火苗子的冒顶以后呢，它窜能够得到居民楼了，能到几层？非常危急，这冒顶的火苗子呢，能窜到大概五六层的高度。六层。 是几乎看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白色的水蒸气。那么这也代表着现场的这样一个残火清理工作呢，是进入到了收尾阶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这么如此接近的这个核心现场的原因。那现场我们看到很多水哈，这是因为有十几个小时的扑救，一直在洒水，所以呢，现场有一些积水。那么消防人员呢，现在正在还在进行最后的奋力，分布在我所在的这条马路的两侧。 那么，由于现在我身后的这条路不时的还会有大型的车辆和机械通过，我们现在的机位没有办法过去带大家去看到这些废墟。但之前我们拍摄到的画面，大家应该可以从这些镜头上看到，几乎啊能够点燃的、能够烧着的东西已经是燃烧殆尽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不能够烧着的五金以及难以被点燃的一些 PVC 等等这样一些材质。